有咁多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系烟蚊。咁大家见到我喺呢个画面度，其实我喺度做咩咧？我就自己开咗一个新系列，叫做 NTLHKF， 系啦。咁就 NTL 就 NTL Hong Kong， 咁 HKF 即系咩 ？Hong Kong Future 即系未来嘅意思咯。系啦，如果即系观众唔明呢个英文嘅话，就可以加解答俾你哋啦。咁呢一条就系机场快线通过嘅路，呢个就系东涌线月台。我就起咗一面，我未起呢一边。同埋呢个系列，我就每两日就会出一点讲咧？两日，每三日就会出一个咁嘅系列嘅片啦，三日啦。是因为起的时候都要啲时间，但是有时可能我三日已经起晒嗰集，我就会继续延伸去起住先咯，系啊，顶住档先啦。咁我哋就今次行 lift 落去啦，系啦，啊唔系呢个系电梯嚟，分唔清楚添。系啦，跟住呢度就系咁样嘅，一个咁样围住睇风景嘅地方啦。跟住呢度就系奥运 Olympic， 佢系对称嘅，咁样望上去就系一号月台 To Chima。跟住呢度有有六个座位俾人休息，呢度有个 lift。跟住呢度系啦，奥运指上嚟呢度一号往天马咁样咯，呢边就系上翻去。如果你要搭 lift 嘅话，就系呢一度咯。其实我觉得搭 lift 冇咩好睇，但系咧我就唔记得咗拆呢一度，因为呢一度咧就会提示。等阵先，大家等一阵。哦，我起咗嘢，冇嘢，我啱嘅，本身啱嘅，系啦。咁我第时就会。应该算是一个预告片来的啫，但是我起晒整个奥运站就拍一段片，跟住隔三日就会介绍我嚟紧起嘅站。我打算是起呢个嘅南昌站，系啦。咁我哋今集嘅宣传嚟到呢一度，咁大家记住揿 like 啦，睇下喺呢、这个新系列啦，睇下喺今日3月28星期六，3月29星期一，3月30星期1、2、3、4，睇下喺4月3号内突破到10个喜欢啦，系啦。其实呢种做法都系学，如果大家有睇亚神嘅片，即系台湾一个 YouTube 好劲嘅 YouTuber， 有2.2K 嘅订阅者，系啦。咁我都学下佢睇下点有咩成果。咁总之大家记住 like 啦 ，subscribe 我啦，我就系 Humus 五啦，同埋揿埋大家嘅小铃铛啦。咁我哋下集发布嘅日期咧，就系呢一个嘅2020年。大家有睇到呢段片嘅人，大家记住咁去睇啊！当时我应该会发布2020年嘅3月29号，系啦，3月29号嘅晏昼5点钟，系啦，嗰时就会发呢一段奥运站嘅 EP1，系啦。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一度啦，我哋大家总之就记住订阅我哋，咁我哋今集就嚟到呢度，拜拜。